哎，你在做什么？你等一下不是要去面试新工作吗？那怎么还不去准备一下？不要再提，不要再提面试了。哎，反正我怎么面试也面试不上，就让我在家里当个米虫吧。哇塞，这么有理想跟抱负的话你都说得出口啊？哎，怎么啦？是什么事情让你要放弃人生呢？你知道吗？这几天为了面试的事情搞得我压力很大，我还去算了命啊。算命的说，我大凶，你看看 我还是不要出门，在家里当个米虫算了。等一下，你就因为一个大凶的结果，然后就要放弃自己的人生，你就没有想过这个结果可能是不准的吗？哦，啊对呀，啊对啊，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我应该再去找另外一个人算啊？不是，对呀、啊，为什么没想到呢？我应该啊找个仁波切啊大师啊国师的帮我再算一下，对不对？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就只因为一个大凶的结果，然后就让我一个有大好前途的朋友瞬间变成了米虫，你不觉得怎么想都觉得怪怪的吗？对呀、啊。怪怪的，我就是怪怪的，我还是在家里当个米虫算了，我真是没用啊！哎，你冷静一点，米虫。我觉得这个问题啊，我们还是来请教法师吧。好，请。一般的算命啊，占卜啊，那确实有它的准确性了啊。这个跟那个藏传佛教他们那个占卜啊有什么不一样？我看过仁波切啊帮很多人卜卦，但卜卦的结果啊，我发觉好像都同一个部分，就是呢，哦，你这个啊要诵药师经啊要几遍啊，哦，你这个啊要诵那个大白伞盖父母经啊，等等，他不管你什么问题，因为会来问的人一定是遇到困难了嘛，是吧？好，因为困难嘛，那就是过去的恶业嘛，是吧？那要改善它。靠什么？靠福报。我们讲聚福之人满众愿嘛，是吧？好，所以你要有福才能满你的愿呢、啊。所以呢，观仁波切帮不同卜卦，他只是告诉他修的法不一样而已的。哎，修什么？修什么？什么？哎，他照这样去做的话呢，一个他那个这个做的这些法事啊，哎，基本上面呢，他有净罪嘛，有极致的作用嘛。哎，因为这样子呢，哎，慢慢就改善了。所以他引导这个方向，我觉得真的对于就来占卜的人，心灵得到慰藉以外，也得到一个解决的方法，这样子。好，那么对于一般的占卜啊，那这个我是外行啊，我不知道。但是呢，如果你得到结果的时候啊，那我觉得要稍微啊评估一下啊，评估一下。假设他引导你的方式啊是随顺于正法的话呢，那就照做啊。如果不顺顺正法的话呢，那你就不要听这样子。所以可不可以去占卜算命呢？可以的，可以去的。但是呢，它的结果啊，你必须啊，要用法才是我们究竟的皈依嘛，是吧？啊，那这个请为助办可以的。那他比如说哦，你这个哦，就是呢，要造什么善业，什么什么什么，好照做。啊，这个要杀几头猪啊，来祭神啊，就不要理他，知道吧？啊。恶业也会感得乐果，这无有是处的啦，啊，所以呢，透由这个占卜啦、算命啦，那给你的一些指示啊，我觉得可以参考。而这个参考的最后的标准呢、啊，还是应该以一个已经测见了这个世间真相的佛陀为标准啊。这样子的话，你占卜那也没什么不好啊。前阵子、啊、有人送我一个占卜的桶。是他在那个佛陀纪念馆买的啦，啊，里面其实都是星云大师的法语，108字签，啊，那我想说他送我这个、啊，我就蛮好的，好，我就随便问一个事情，说出来，哦，对，哎，我觉得蛮准的呢，蛮准的，哦，这个讲我知道，好，那隔两天的一个事情，哎，要求看看，哦。我真的很准呢，哦，
这我求了三次啊，他那个答案啊，我觉得真的很准。后来我就想，其实人有一种对号入座的能力，知道吧？一个事情你看你怎么解读它而已嘛，是吧？哎，我说我觉得这个占卜啊、抽签啊，哎，这个是好事情，好事情。你只要抽到之后，在内心里面呢、啊，自己就会找到个答案呢、啊，实际上是自己给自己答案呢、啊。而那个法语里面呢，哎，真的是给我下一步啊指示的一个方向呢。哎，我觉得拿到这么神，连续三次哦。哎，我想想，哎，世间这个占卜还是蛮好，所以我也说同学到我房间来，来来，你要不要我帮你占卜一下？抽一抽，因为他那个都是法语嘛，法语基本上面呢、啊，花都是很正向的，但正向又能够解决你那现在遇到的一个困境嘛，是吧？哎，那不是很好一件事情吗？啊，所以呢，还是可以的。但背后啊，我觉得最主要的那个标准呢、啊，还是以佛陀啊讲的，这是善业啊可以做，这是恶业我们就不要做。那善业多累积一点呢，肯定是你是好的了。哇，没想到占卜这件事还挺有学问的、哦、哎，对了，不同的文化就会有不同的占卜方式、哦、当然也会产生许多不同的应对方法、嗯、但不管怎么说它都有一个依循的标准，但是你只要发现它是随顺于正法的，哎，就可以照做、哦、不随顺啊千万不要听啊。那我这大凶该怎么办啊？你之所以会有大凶这个结果啊，就是因为你太容易放弃你自己了。好好的打起精神，勇敢的面对接下来所有的挑战。而且法师不是说过吗？想要有好运啊，就得有福报。所以啊，平常多做善事，累积福报，这样啊，你这个大凶呢，会因为你的所作所为而变成大吉哦。这样讲你懂了吧？怎么讲讲人不见了？哇塞，早，帅哥你哪来的？早，听完法师的开示，我决定打起精神，勇敢去面试了。再见。好，哎，等一下，怎么了？我们忘记结尾了啊！是与善知识心灵对话，提升了我们看事情的深度还有广度，以及生命的高度。心灵对话节目，我们下次见。啊，我们下次见，不好意思啊，拜拜，加油。